随着《进击的巨人》动画最终季的精彩播出，最近也推出了新的共斗型手机游戏《进击的巨人 Brave Order》。游戏采全语音模式，让玩家可以好好重温动画的滋味。战斗的方式相当特别，自己的三人小队可以随时更换角色，最多支援四人游玩，可以随时乱路帮助朋友或是路人的战斗。除了升级角色，还可以选择强化自己军团的方针，不妨可以跟朋友讨论分工，看谁要负责攻击、防御或是回复支援。而游戏当中的基地还能够自由摆设，放置食物来吸引兵团成员，只要提升角色亲密度，就能够看到越来越多人在基地里闲晃，相当可爱哦。